国安溪，这里是中国名茶铁观音的原产地。靠近西太平洋的一座布满绿色的县城，云雾中生长着绿色的精华。喜欢喝中国茶的人越来越多，如同星巴克咖啡在中国，美国的中国茶馆也越来越多。陈伟明，一名80后大学生。2005年，他离开大城市的喧闹，回到家乡。凭着心中对绿色家园的热爱，钻研种植更好的茶树。陈伟明认为，茶树不是孤立生长的，需要非常优质的复合生态环境体系，来孕育最好的茶香。他应用现代种植技术科技，使安溪的茶农给予出大量土地，营造自然生态，产出更高品质的茶叶。因为我们整个生态提高了，它茶的本身的品质会提高。当时就是说到处都是茶山的时候，这些小动物越来越少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房前屋后有时候就会看到松鼠了，麻雀也到处都是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生态好了。如今安溪的优质生态浓缩到了每一片茶叶中，中国的茶香正在飘向世界上更多的地方，让更多的人品味到中国神奇的绿色味道。